基督徒覺得人生冇意義點算咧？咁樣咁咧就點解我會有呢個主題呢？就因為咧有人話俾我聽，有啲人咧就覺得，哎呀，真係唔出世就好啊，唔出世咧就唔使遇見咁多苦啊，啲屋企人啲苦啊，世界啲苦啊，家人啲苦啊，好多苦啊，哎呀，好辛苦啊。咁咧就咁我聽完咧我就哇個心真係覺得啊，好想能夠回應大家。咁啊，我哋如果覺得人生冇意義點算咧？點樣辦法處理咧？咁樣好咁咧，首先講一個問題就係點解有啲人會覺得人生冇意義？點解會有啲覺得人生冇意義？咁首先就係因為好多問題啦，世界好多問題噶嘛，經濟問題啦，家庭問題，惡人係唔會停止傷害人嘅，佢係成日都會鬧人啊，得罪人啊，或者情緒問題，或者社會問題，呢個世界係不斷有好多好多嘅問題。好啦。有問題呢，咁佢個意義係咩咧？人生嘅意義啦，好多人就咁嘅，佢係話我冇錢，咁佢諗住嗰個人有錢應該佢有意義啦，咁即係好多時人係咁喎，好得意喎，係佢冇嗰樣嘢咧，嗰個人有啊，佢有錢啊，佢梗係好幸福噶啦，佢嘅生命好有意義噶啦，咁啊，佢以為係咁，不過到有一日佢有錢啦，即係需要嘅嘢都有啦，佢唔會話啊，我而家有錢，我好有意義，未必會喎，佢即係覺得。咪又係咁，又差唔多咁樣樣，即係未必覺得好啊！即係哇，我而家好有意義噶，好啦，即係原來意義唔係就係你得到乜嘢，有啲人以為我得到乜嘢就有意義啦。咁第二種諗法，我好多困難啊，咁有一日啲困難冇曬咧，就有意義啦。好啦，有一日好順利咯，樣樣都好順利。咁其實大部分嘅人咧，其實都生活都唔係話好大嘅困難，或者面對好大困難噶。不過有時我哋誇大一啲問題，所以就覺得好大問題。其實有好多人都好順利嘅，咁咧佢就以為我順利嗰時我就會有人生意義，但到佢順利嗰時，呢個係應該噶嘛，即係覺得應該噶嘛，冇問題應該噶嘛。有啲人唔成功，但有一日佢覺得冇意義啦。咁我希望我有一日成功，我成功咧我就好有意義啦。咁啊到成功嗰時，佢又覺得不外如是啫，咁都係。唔係咁巴閉啦，咁樣咁又覺得未必真係有意義喎。啊，家庭破裂，或者真係個家庭幸福翻啦，咁佢又未必覺得嗱。其實我哋當中好多人家庭都唔係話鬧交㗎，或者唔係去到好甜蜜啦、好親熱啦，但起碼都和好相處啦。你會話啊，我真係好有意義啊，因為我屋企咧唔鬧交㗎，我好有意義啊。即係會唔會咧？有時未必會喎。咁所以我哋定義嗰個意義啊。嗱，仲有一樣嘢，其實人就係咁嘅，基本上係咁嘅。冇人哋嗰啲幸福，你睇佢哇，佢有錢，佢有車，佢有乜乜，佢有呢樣嗰樣，我冇啊！我有嗰陣時就得噶啦，我嗰陣時會有意義噶啦。係咪即係人嘅好時比較人哋有嗰樣嘢？嗱，其實如果你比較咧，你同非洲啲人比較一下咧，你就話哇，我有間屋，我去過非洲嘅地方，佢哋咧喺度嗰地下又唔係好似我哋咁滑噶啦，即係地下就係、是。有啲甚至咧，即係有啲係石嘅，不過啲石有粒粒突突啦，有啲係泥嘅都有嘅。咁咧，我睇住佢食飯喎，食完飯咧就揾個垃圾鏟啦，就將嗰啲食剩嗰啲啊骨啊嗰啲咁啊忽走啦。然後咧，佢就話俾我聽，跟住就夜晚喺度瞓覺嘅咯喎。咁啊瞓覺咧冇枕頭嘅喎。咁佢咧就話我用隻手枕住，咁我話你覺唔覺得辛苦啊？有嘅，因為我知過試過啊嘛，大家都試過啦，枕住個手瞓覺係好辛苦噶。咁我就話你枕住有冇辛苦啊？有，佢話有嘅，但係咧真係有啲人係咁嘅情況。其實我哋去到非洲好多地方都好困難、好貧窮嘅。咁係咪其實比較嚟講，你肯定唔係冇枕頭啦。我相信呢度冇一個人係冇枕頭啦。你屋企一定有好多樣嘢噶啦，即係你屋企有好多你需要嘅嘢，真係你。有好多人嘅洗手間，哇！淋淋浸浸一針一樽一樽好多樽嘢喎，即係好多人都冇。首先冇一個沖廁嘅，即係喺嗰啲地方咧就係好簡陋嘅。咁你有嗰陣時係咪應該好幸福咧？又未必喎。係咪好有意義咧？又未必喎。所以人嘅意義唔係你有啲乜嘢，唔係你成功咗乜嘢，而係其實喺基督徒嚟講喺神裏面有意義啊。好啦，咁我哋明白呢樣嘢，要明白一個。一個觀念，这個觀念咧，其實聖經都有嘅。不過啲啊嗰啲啊心理學家咧，將佢寫出嚟就叫 ABC 嘅情緒管理嘅理論。咁呢個理論係乜嘢咧 ？A 就係 activating events， 有件事發生令到你有覺得唔開心，有引發情緒嘅。B 係你嘅信念 belief。
當你有呢個某個信念嘅時候，就有個後果啦。咁你嘅情緒，譬如你嘅思想係負面嘅時候，你嘅情緒都係負面嘅。嗱，譬如下面嘅經文啦，詩篇118:6，有耶和華幫助我，我必不惧怕。人能把我怎麼樣咧？嗱，佢真係信咧，神會幫我噶。於是我唔使驚噶，佢會照顧我。咁佢嘅情緒就唔驚啦。嗱，呢個就係思想有人嗱 A 咧就有人害佢啦，但係神會幫我，相信神會幫我，係相信喎。然後咧，咁我就唔驚啦。嗱，但係好多人咧就會驚喎，因為點解咧？嗱，事實上真係噶啦。譬如有賊佬入你屋，我哋第一個都唔會即時可以反應到，唔緊要嘅，神會保守我嘅，我哋都唔會即時反應到。一有賊佬即刻你可能你就好驚啦，死啦死啦，佢會唔會哇做啲咩嘢啊？傷害我啊？偷曬我啲錢啊？會唔會啊？咁我哋有呢個信念，嗱呢個一下子發生嘅事。咁通常嚟講，我哋都唔係有賊佬入屋嘅。不過多數咩問題呢？被人鬧完，個 activating event A 就係被人鬧完啦。個 B 個信念係咩咧？好似頭先平信分享啊，唉，我都係好慘噶啦，冇人中意我噶啦，我都係冇乜用噶啦。當佢咁樣信念嘅時候咧，佢就一生壓抑啦。後來到佢揾到個原因咧，佢釋放放手咧，佢就可以釋放到。即係話，當佢覺得呢件事好大件事，咁佢就會好驚、好擔心、好唔開心啦。但係當佢覺得唔緊要咁樣嘅時候咧，嗰陣時可以放手喎。咁樣咧，佢嘅情緒就唔會咁樣差嘅。原來好多人覺得冇意義，個個都有困難，其實個個都有困難嘅。但喺個困難嘅時候，佢到底係信靠神咧，抑或佢睇見問題？嗱，有啲人真係同我講啊，牧師啊，你講啲嘢太離地啊！即係你講到神咧點樣祝福你，哇，乜都係祝福，咁多祝福。梗係啦，好似你咁乜都係祝福，咁你梗係唔擔心啦咁，即係覺得咧，義牧師就係咁噶。好啦，最近都有人同我講，我話其實我受過好多苦嘅，係好長時間添，唔係短時間啦，係俾人鬧咗好多，傷害咗好多。我係受過好多苦，亦都係曾經發惡夢夢遊，試過最嚴重嘅夢遊咧，打穿縫牆啊！因為嗰陣時喺外國嗰啲牆咧唔係咁硬嘅，嗰啲係腍嘅，我一打落去穿咗個窿。咁咧呢個咧就係即係我曾經試過咁樣個發夢啊，喺咁嘅情況嘅。咁咧就其實我都係我信咗耶穌係一路處理，但係發覺咧原來好多潛在啊，即係到處理咗啲潛在嘅感覺，而深信我真係被愛，日日都話啊，我一日都話俾自己聽，我成日都話我而家愛神，神好中意噶，我侍奉神，神好中意噶，我一杯涼水神都中意，咁何況我幫人，神更加中意，所以我可以開心，我成日都咁樣同自己講嘅，咁啊讓我心裏面咧裝滿曬好嘢，裝滿曬好嘢咧，咁咧就我而家發啲夢咧都係平安喎，即係都係咧係平靜嘅，咁呢個咧就係話原來我哋信念改變嘅時候咧係可以個人咧平穩安靜，同埋咧可以揾到人生嘅意義，但好多人揾唔到人生意義就係我咁苦。他的思想就是苦不會有意義，這個就是一個信念，你是不是這樣想呢？我苦，我被人迫害，我沒理由有意義的，我人生怎麼可以有什麼價值呢？就覺得沒用的，我是真是廢物來的，真是真是在這個世界是捱苦，所以我沒有出世過更加好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想過這個問題，如果我不出世過就更加好。當人注目在困難，那個困難呢本來可能很小，揾樣身體樣嘅，呢個代表困難啦。個困難好細啦，但係當你將個困難放喺100%喎，嗰個困難係好大喎。你遠睇咧就好細喎，但係呢個困難，哇！我困難好大啊，我乜都睇唔到，我淨係睇到困難啫。你可以咁樣樣喎，咁原來咧，當個人注目喺一樣嘢，哇！佢鬧我啊，哇！佢話我冇用啊，佢話我蠢啊。佢唔接納我，佢唔中意我，佢掘我啊！佢見到我就轉頭啦，哇哇，好嚴重啊！咁嘅時候咧，當我哋嘅注目喺嗰樣嘢咧，你自然你就覺得人生冇意義啦。啊，其實我哋個個都有困難，個問題就係呢啲困難係咪值得我哋覺得我條命都冇價值噶啦？嗱，呢樣嘢好緊要喎，你諗下，佢鬧緊我哋係咪我條命冇價值咧？咁大家諗下，係咪真係我咁樣我條命就係真係白費嘅，係冇用嘅？是浪費了條命的，不出世更好的。那我希望大家想，其實我們是蒙福的人來的。魔鬼和我們罪性情就很想我們注目在什麼呢？
嗱，好多人就神而家冇幫我，其實神以往幫我好多嘅。我想問下大家，神有幫過你嘅，請你舉手，有幾多個？啊，咁就主要個個都舉手，神都幫過你。但有時我哋咧睇到好多嘢神幫我，不過咧而家有樣嘢咧未幫我，佢就覺得神而家唔幫，神而家唔愛我啦。神又點會以前就幫而家唔幫咧？神係永遠都一樣噶嘛。咁但係人就好中意講啦，而家我好慘啊，而家我有問題，點解仲未得幫助啊？咁於是就話神咧，即係唔幫我，唔愛我啦。於是將個問題擴大得好緊要。哇！神而家都唔幫我啦，神而家唔理我啦。有啲人同我講，我今日祈禱冇力啦，我今日咧揾唔到神啦，我去唔到神嗰度啦。呢個都係一種嘅難咗，就係佢睇住個問題，冇睇住神啊。或者世人或者家人的問題，他們這麼衰，哇，這個世界真的不值得生存的，真的很慘的，或者沒有人喜歡我，個個都不喜歡我，或者哇經濟問題、生活問題，或者社會世界，哇，全世界都有這麼多問題，或者追求享受，注目這些東西上，我們就很多時失望的時候就會覺得很辛苦，很辛苦就想逃避了。有些基督徒都很想快點耶穌快點回來，快耶穌快啲翻嚟，就乜都唔使做，唔使咁辛苦啦，咁就享福啦。我哋個個想，我都想。不過我好更加想，我係想能夠救到更多人，幫到更多人。呢個就係我心所想嘅。但係我哋諗下，我哋有冇注目喺啲問題好多咧？注目喺問題好多係淒涼噶。如果你係咁咧，嗱，你諗下你平日你諗啲乜嘢咧？你瞓覺之前諗啲咩？瞓緊覺諗啲乜嘢咧？瞓得上床嗱，好多人都瞓得上床。碌來碌去碌好耐都瞓唔到喎，因為佢一路諗住問題，咁嘅時候咧，佢就好耐都好辛苦啦。其實咧，一個人苦唔苦咧，係在乎兩個字啊，有冇受落，係咁簡單嘅啫。即係人哋做一樣嘢傷害我哋，或者做一樣嘢唔好嘅，你受落咗，即係嗰個人都未必係特登要傷害你，但係你受落咗，譬如有人話佢話，唉，嗰個人真係叻啊，咁你個心啊？你話佢叻，即係話我唔叻啦咁啊！即係我咁多叻，你都唔讚我嘅，點解你就讚佢叻咧咁？咁我哋就會受落咗呢句説話，其實都唔係攻擊我哋喎，我哋就受落咗人同埋世界帶嚟嘅痛苦。當呢個世界人係唔會停止傷害人同埋人，會睇小我哋啦。嗱，人基本上係容易睇小人嘅。其實我哋大家都會喎，好簡單喎。俾個例子，你認識一個人，譬如喺街上啦，譬如你去到啲貧民區啦。有個貧窮的人出嚟，啲衫又爛曬，成身咧污糟邋遢，好多瘡喺度嘅，走埋嚟同你握手喎。你嘅感覺會點？嗱，你想象下，而家呢一陣有個成身都生曬瘡嘅，成身污糟邋遢嘅人走埋嚟想同你握手，你嘅心係咪會有啲懼怕咧？即係呢個人好自然反應，除非你處理好嘅啫。如果唔係咧，係必然會即係即時咧會有反應嘅。即係我哋人都會有時睇小某啲人嘅，呢個需要刻意嘅。去勝過才能夠勝過的。好了，這種是一種看法，就是受落了人的傷害。另外就是怎樣呢？接受人是有罪，我知道人是有罪，人有問題的，但他有問題的就是需要耶穌，他有問題就需要祝福，所以我就去幫他了。這樣的心態很不同，大家都是看到人的問題，我都是看到人的問題，但我心就是我希望救多些人，幫更多人，這個就是我的心。當我有這個心的時候，我是很有動力，我的人生很有意義的。但如果一個人受落曬啲傷害，佢話人生冇意義，因為成日都俾人傷嘅，成日都係傷害，所以佢覺得人生係冇意義。咁有啲人咧就兩溝嘅，如果用句廣東話，一啖砂糖一啖屎係嘛，即係又食下好嘢，又食下唔好嘢，咁於是咧就受落好多垃圾啦，於是個生命就好苦啦。咁你係咪一啖砂糖一啖屎咧？因為係啖啖都係砂糖咧，都係好嘢咧咁。咁我哋就係在乎我哋受落啲乜嘢，你受落啲乜嘢，嗰啲就影響你啦。嗱，嗰啲人既然佢嘅思想係令到佢好負面嘅，佢受落曬呢啲唔好嘢，佢就開始諗啦，點解我要活喺世界上咧？我唔活喺世界上，咪唔使面對痛苦咯，咁咪冇辛苦咯，咁咪好開心咯，係咪唔好開心？係冇感覺，係冇感覺，冇出世過冇感覺，即係生存冇意義。嗱，呢個咧其實。世人會有呢、這個感覺咧，可以話咧係可以明白嘅。而基督徒，我哋知道神咁好，我哋知道神幫我哋咁多次，我哋可唔可以調教呢個思想，就係話咧，就算我有苦，唔代表我冇價值，同埋唔代表我唔可以喜樂嘅。嗱，魔鬼就嚟偷嘅，就好似啲鱷魚咁啊，佢有咩食就食噶啦。魔鬼嚟盜賊嚟，無非要偷竊殺去毀壞。佢偷咗人嘅，
基督徒的喜樂平安、人際關係、家庭關係、待人接物的方式、自我形象、人生的意義，開始覺得沒用了，開始很多問題，我沒用的，沒價值的，於是沒有了耶穌的豐盛生命了。大家你覺得你有沒有豐盛生命呢？好了，大家合埋眼，合埋眼，你覺得你現在有豐盛生命請舉手。好，多謝你們，我報告一下啦，少過一半。咁咧就我希望多啲人有豐盛生命。如果你發覺你未有咧，咁啊希望大家喺神裏面揾到呢個豐盛生命。而最慘係乜嘢咧？最後係俾魔鬼食咗個生命，因為佢直情覺得自己冇用，咁冇用咪即係冇意義啦，唔值得生存啦。咁啊最慘就係乜嘢都冇曬。咁嘅時候咧，即係我哋有嘅其實永遠存留嘅就係我哋嘅生命。到有一日，啲錢都冇用啦，只有我哋嘅生命。但係呢個生命如果係有價值，就非常之好啦。好啦，咁我哋首先點樣拆毀嗰啲拆毀我哋生命嘅嘢，處理嗰啲拆毀生命嘅意義嘅嘢，即係嗰啲嘢令到我哋覺得生命冇意義啊。首先，我哋要認清我哋乜嘢係我哋嘅敵人。我哋認清個敵人先會去對付啊！嗱，左邊個圖有個惡人，有啲人就話呢個惡人係我敵人。但下面那些才是我們真正的敵人。什麼敵人呢？不信神是一切問題的答案，即是神是掌管一切，祂是滿有能力，祂都愛，祂祝福我們，祂看我生命有奇妙計劃，祂凡事都能，所以祂是凡一切問題的答案。雖然你現在不是立刻有答案，但祂遲早將答案給你的。有時是經歷困難，我都試過有一段時間是當時是沒有收入而需要收入，但神一步步供應，在那時候是有困難的，但神是我當時我就日日在讚美神、親近神，神你一定出路，一定有出路的，我就是依靠神。我希望大家都有這種心態，就是說神是一切問題的答案。當人不信的時候，他就說神都不幫我，真的有些基督徒跟我這樣說，大家想一想，你有沒有這樣想呢？神都不幫我，於是就親近神都沒用，祈禱都沒用，都沒力，都沒幫助。這樣的時候就變成少親近神，還會埋怨神你都不幫我。好了，第二種的問題，什麼是敵人呢？自己的錯誤信念，就覺得這個世界這麼困難，我都是做人沒意思，他傷害我都是沒意思。這些思想其實這些思想是形成我們的人是怎樣，多過別人怎樣對我們的。我想告訴大家，我小時候家是又鬧又打離婚又賭博，是一個不安寧 的地方來的。曾經有時我考試，那時我要考會考，考會考和考 Form 6 Form 7，那時候 Form 7那個大學入學試的時候，我家發生什麼事呢？是打麻將和鬧交，是從來不會說你要考你考會考，你現在考大學入學試，不要打麻將一次，是一路會打，或者一路講，一路傾偈，一路很吵的。但是我為什麼不受家人影響呢？因為我看到家人的問題，當家離婚之後，家的改變，還有是經常罵、打、是負面、是賭錢，即是全部這些的時候，我接受到人的罪，不是代表我就會拒絕他們，我一樣是做我應該做的事，還有我現在一直都是對他們好的，即是在我其實在當時我都是盡我責任，我尤其當我信耶穌之後，我一直都是對他們好，我一直最始終都是幫助他們，他們都跟我說，他說你一直都對我們這麼好，那就是我呢放低他們的問題，我的信念就是他有問題不是我的問題，我不用 去放在心上的，我感謝神，即我信耶穌，我未曾經歷聖靈充滿，我已經有這個教導，牧師沒有說過，但我就知道神是一切，既然神是全能的，祂會幫我的，所以我就不放在心上，在我思想上總有出路，我總是相信有出路的。好了，另一個敵人是什麼呢？就是罪性情。罪性情令到我們發怒、發脾氣、罵人、傷害人、抗拒人，這些就會帶來破壞了。另外就是這個敵人呢，就是我們的負面思想情緒。有些人呢習慣性成日想到，哎呀啲人不好啊，哎呀樣都不好啊，啲人不公平啊，這個社會不公平啊，神都不公平啊，這些思想和負面情緒猛猛整整不開心，這個是我們的敵人，和人的
別人的負面影響，即係譬如人哋對我哋有負面影響，呢啲就成為我哋嘅敵人。嗱，好多時人就唔會認清呢個敵人，就係認清隔離嗰人係我敵人，樓上嗰個敵人，我親人係我敵人，就係諗到呢啲，其實咧係個敵人，係我哋點樣去面對呢啲問題啦。好啦，當我哋認清邊個係敵人嘅時候咧，就點樣樣咧？原來咧，我哋唔信神係一切問題嘅答案，呢個係個敵人喎。咁我就相信神一定有出路，神一定幫我，神一定為我開路。當我哋咁深信嘅時候咧，我真係睇到神一路開路，神一路施恩憐憫嘅。同埋我有錯誤嘅信念，我就用聖經嘅觀念取代啦。好簡單啫喎。如果大家想啦，其實我本書輕鬆得勝103頁，嗰度列出好多經文。如果你想咧，我可以傳俾你嘅。其實輕鬆得勝嘅書呢個教導已經放曬喺網上㗎啦，但係你中意有本書係可以有呢本書嘅。就係話聖經嘅觀念就係正確嘅觀念，成日深信我愛神，神就為我預備眼睛未曾睇見、耳朵未曾聽見、人心未曾想到嘅嘢，神一定祝福嘅。辱罵我嘅人，辱罵落咗喺耶穌身上，所以唔係落我身上，我唔使放在心上嘅。而我有罪性情，我就對付罪啦。有負面思想情緒，有啲人好自然地就係負面。總是什麼都是負面的。有次有一個傳道人跟我說，有個人說你乜乜乜乜，我說這樣，我說總有人攻擊的，不要緊要啦。他只是說哇，你真的很正面，即聽完人家說你乜乜，通常人家會發脾氣的嘛，不公平啊，你這樣說我樣。但我即是說是他的問題，我不用放在心上。所以我保持正面，我保持正面，我其實我不受害，是對我有益處的，但很多人是受害的，被那些吉傷的。人的負面影響是他的問題，他傷害我，我不用放在心上，我用這個當作是人的問題。我使乜日日孭住那些不好的人，那些傷害人的人，哎呀他傷害我，哎呀我好慘啊，好重啊，好重啊，好重啊，即我們不用這樣，我們可以不介意，不放在心上，不計較就可以了。其實我們生命是怎樣，就在乎我們怎樣看我們生命的。有些人左邊是灰色的，看不好的東西，看困難，看做錯的事，但右邊呢就是看恩典，神怎樣幫我們，人怎樣幫我們，神怎樣他凡事都能的，這樣呢你的生命就可以正面了。所以呢處理生命就是說我放低那些負面思想，如果你發覺你一天都是想那些不好的東西，不好的人呢，你就試試將你放低。那些東西其實那些多數都不改變的，多數都很難改變，有時會改變的，慢慢會改變，但是暫時都未改變。我們改變是我們的內心。那有些人說，唉，但是那些人在這裡真的很煩的嘛，那怎麼辦啊，那他經常都在這裡，那既然他在這裡，我們又不能夠，他不會消失嘛，那我們能夠做的是處理。如果不處理的時候，有人被他傷害，我就一定自己受害的。那所以我們就選擇，我是選擇想正面的。其實我成日都是讚美耶穌，哈哈哈，多謝天父，成日都喜樂的。我一發現有負面思想，我即刻處理，我就發覺我裡面是時時都是正面的。我一發覺任何負面，我即時處理的。聖經也說不要倚靠君王，詩篇146篇第三節，不要倚靠世人，他一點不能幫助。有些人說不是的，幫到的，有些東西是幫到的，錢幫到，有些食物幫到，不過他不能夠幫我們整個生命，他意思是這樣的，即不是說即什麼都幫不到，他總有些幫到，不過他有很多地方幫不到。但有時人依靠什麼呢？依靠丈夫或太太，依靠子女，依靠教友，希望教友會怎樣對他，這些 不是一定錯的。不過如果那個人是不值得依靠，你依靠他你會失望。我們希望我們能夠幫助你，不過我們不會成為你的依靠的，即你不可以說哇我一生就靠著你的了，要是你拉著我，我一生就是你，就是我的這個水泡的了，我一生拔著你，我們沒有這樣的能力，因為我們一個人怎能夠背著每一個人的擔子呢？但你有需要我一定幫助，你是可以放心來找我的，但是我們都幫你怎樣找回神。但是當一個人長期依靠神，或者期望人，不是，對，還講錯了，依靠人或者期望人的時候，長期都是想個人好，但他不好，所以有很多人跟我說他怎樣說話，怎樣得罪我，哎呀他什麼什麼什麼，都是他的不好，總有人的不好的。
其實當人成日依靠人咧，結果佢就失望，失望佢就覺得人生冇意思啦，覺得痛苦啦，覺得咧好似不過不如唔好出世啦咁樣。咁我哋點樣咧知道人嘅問題？我哋反而係應該祝福佢，而唔係去依靠佢。咁另外一個反應咧就怕啦，好似龜咁啊縮咗入去啦，咁啊怕。咁咧唯有我係安慰你哋嘅，你哋係邊個？點解怕嗰啲必死嘅人？怕那已變如草嘅人咧？呢啲人係會死噶，你使乜怕咧？怕人咧，好多人就怕被傷害，就怕同人講嘢，怕去見人，怕去關心人，就冇力量啦。咁你好多嘢都懼怕，因為懼怕完我唔敢做。其實咧，個人咧係你夠膽嘅時候，好多嘢都做得嘅。大家諗一諗，有邊樣你好怕做嘅？你可以話俾我聽，你話我好怕做，我好想做到，不過我好怕做。咁我可以幫下你點樣樣可以有呢種勇氣去嘗試去做嗱，我自己好多嘢都嘗試過，我都靠住耶穌。咁我係咪生出嚟就係咁啊？唔係喎，我其實我細個講嘢成日都甩甩咳咳個斷下斷下喎，係神幫助我，然後咧我衝破呢個懼怕。喺我信耶穌之後去到教會，我發覺講嘢啲人會聽我講嘢，喺屋企咧係唔聽我講嘢嘅。所以咧，我一去到教堂嘅時候咧，我係覺得好舒服、好開心。原來喺神又好，有個神真係好啦，同埋神嘅家咁好啊，所以我就有力量啦。咁我就唔怕人喎，即係當時其實屋企人都攻擊我嘅，但係咧我唔怕佢哋，唔放在心上。咁咧，但係有啲人怕咧就變咗人生冇意思啦。但係我哋靠耶穌勝過呢個懼怕。好啦，咁然後跟住第三點，我講到神嘅恩典喎，即係神嘅恩典就令到我哋有意義啊，係因為神嘅美好，神嘅恩典同埋天堂係好好嘅，神做每一樣都好靚嘅。首先你睇下神做嘅食物嚇，都係好健康嘅，遍地滿了耶和華嘅慈愛。你周圍都睇到神嘅慈愛，就算最簡單嘅水都係好舒服嘅喎，感謝天父，飲水係好舒服嘅。放鬆人深呼吸都好舒服嘅喎，運動又舒服喎，出汗又舒服嘅喎，陽光又舒服嘅喎，即係唔係曬到窿啦？即係喺陽光之下運動係舒服嘅喎。哇！成地都係神嘅愛，神一個愛嘅神，所以我哋係可以開心，我哋做人係可以開開心心、興奮嘅做人嘅，係可以有意義嘅。同埋咧，神嘅愛咧，亦都放喺母親啦，同埋放喺父親啦，同埋。除了人的母親，還在動物的母親那裡都有的。婦人焉能忘記她吃奶的嬰孩，不念恤她所生的兒子，就算是忘記神都不會忘記我們的。即是她的愛是時時跟我一起，並且我們看到人是有感情的，這個都是一個禮物來的。人與人之間是有感情的，所以你覺得人做人沒有意義，你想想都有些人對你好的，那些人有沒有令你覺得做人有意義呢？你當你數過好的那些，你不要數那些不好的，不好的那些我們可以放低嘛，可以處理嘛。總有人對你好，起碼在這個地方你可以有人對你好。當有人對你好的時候，你說，我來到這裡都有生命的意義，是吧？即是開心，可以有人支持我，也都可以跟這裡的朋友認識，可以熟悉，大家溝通，可以互相幫助，互相鼓勵，一起祈禱，這樣都是有意義的事來的。還有神做我們每一樣，你看你的身體的各部分，都是很奇妙的。即係我哋睇到哇！神你創造嘅眼、腦、眼睛，你睇個眼睛好好靚。咁有啲人話：哎呀，我唔係好似嗰個女仔咁靚隻眼，點佢對眼咁靚？但係其實個個人咧，你話幾唔靚都好，那個眼咧都係可以好有表情、好有感情嘅。咁咧，同埋我哋嘅手都係傳遞感情嘅，即係你同人握手都可以傳遞感情嘅。我哋嘅心臟啊，我哋嘅身體可以跳舞啊，可以做好多嘢咧。都是真的神很奇妙的創造，還有可以經歷神的，常常主恩的滋味就知道他是美善，投靠他你仍有福了，詩篇三十四篇八節，是可以常的，神是可以經歷到的，可以經歷他的平安，約翰十四章二十七節，他的平安又可以重擔得釋放，你祈禱的時候又可以聖靈的愛入去你的裡面，又可以醫好傷心的人，原來親近神可以有平安，那你的生命就有意義了。哇！原來有個神咁近的，就算沒有人陪我，有神陪我。但有些人話：我想人陪我多些，因為人摸到嘛，神摸不到嘛。但當你看到神的臨在一定是好的，但人總有他的缺陷的地方。神是永久的，是永遠沒有人可以陪你永遠的，即最多就是
配偶啦，不過配偶都要翻工噶嘛，即係或者你翻工，你唔會有配偶日日黐神噶嘛，都係要有分開嘅時候。但係神係可以永遠同我哋一齊，永遠陪伴我哋，所以神係我哋嘅安慰嚟嘅。咁咧，神係我哋嘅居所啊！你讚美神嘅時候，神就住喺我哋嘅當中啦。佢又醫好傷心嘅人，安慰一切悲哀嘅人，同埋神咧可以將敵人變為祝福嘅機會喎。詩篇廿三篇第五節，其實大衛係經歷過被掃羅追殺啦，後來俾佢嘅仔亞沙龍追殺啦。咁咧亦都有不同嘅人傷害佢啦。咁但係咧佢講到咩咧？喺詩篇廿三篇第五節一齊讀啊！在我敵人面前，你為我擺設筵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頭，使我的福杯滿溢。嗱，呢度講到咩咧？喺敵人面前啊，神擺設筵席就有好多禮物喺敵人面前顯露出嚟，然後咧用膏油膏抹我，叫我咧個福杯係滿寫曬嘅。嗱，大家睇下下面嗰行字，有敵人有個轉機喎，就係神將個筵席俾我哋啦，一個改變嘅機會。又恩典啦，佢就俾油嚟到膏抹我哋，然後咧叫我哋有豐盛嘅生命。咁呢個咧就係原來神就係一個咁能夠喺困難中。越在困難中你倚靠神，你就發覺神是叫我們得勝的，我們可以喜樂，可以滿足的。剛才我們講到注目在困難，困難就變得很大，而對比我們注目在神的恩典而感恩，那些恩典就很大臨在，那些恩典是越來越多的。恩典是根據你和神的關係，你越親近神，那個恩典就越大，你越倚靠神，你的喜樂越大，你的平安越大，你的力量越大，你的自信心亦都越強，驕傲越少喎。嗱，唔係變咗驕傲喎，係驕傲越少，越謙卑，因為一切都係從神而嚟嘅。咁所以其實在乎我哋點樣注目。注目喺慘嘅，你就覺得哎呀，不如死咗佢啦，不如快啲耶穌翻嚟啦，不如唔好出世啦咁樣。而聖經講到嗰、那個愛係你量度唔到嘅，天離地何等嘅高？詩篇一百零三篇上一節係你量度唔到啊！你越去親近佢，越去享受它，你就越經歷到那個慈愛就越大。你越注目在問題，人的問題，還有一些失去了，有些失去了我們需要放手，你越注目在那些東西上，你就越慘，你就越少得到神的恩典。但我們越是捉緊神，神的恩典就越大流在你身上了，祂的慈愛向敬畏祂的人也都何等的大。這裡講到呢，是哪些人越大呢？是敬畏，即是尊敬神的，不敢犯罪的，是遵從神的。東離西有幾遠，他叫我過分離我們有幾遠。父親怎樣憐恤他的子女，耶和華都怎樣憐恤敬畏他的人。這裡兩次講到敬畏，然後呢他知道我們是本體，思念我們不過是塵土，我們只是塵土而出的。神亦都應承給我們很多禮物，我們神爹不愛惜自己兒子，我們眾人死了都將他的子和萬物一起給我們。愛他的人，神就預備你想都想不到的，眼睛未曾看見的恩典。還有保羅或者世界，或生或死，或現今的事，或將來的事，全是你們的。所有東西都為我們，保羅為了祝福我們的，而牧師都為了祝福你的，你又為了祝福我的，即每一個都是互相祝福的。所有基督徒是能夠祝福其他基督徒，而神給我們的各樣的恩典包括什麼，一起讀下：喜樂、力量、恩賜、智慧、健康、供應、資源、機會去發揮生命、愛主的人、教會、今生來生的賞賜、永生，這些都是神給我們。我們注目這些，我們就說我人生真的可以很有意思了。還有很重要就是新天新地了，在那裡怎樣啊？在啟示錄有一章四節一起讀啊，神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死、哭號、疼痛，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。然後啟示錄22章3節，以後再沒有咒詛，再沒有咒詛，沒有悲哀，沒有喊。我們活過信耶穌的人，我們可以永遠在那裡。如果沒有出世過就不會在那裡，而那裡是好得無比的。那你會說我不出世，那就沒有天堂沒有地獄，那我總之我不存在了，但是我出了世我可以去天堂，是不是多好呢？新天新地我們讀一讀，那裡有些什麼東西？在新天新地，長春不老，沒有憂傷，沒有痛苦，沒有罪惡念頭，沒有咒詛，充滿喜樂和愛，好不好啊？大家是不是想失去這些恩典啊？當然不想啦。如果你說哎呀我不活在世上，沒有這些，不過我什麼都不知道，
乜都唔知道，咁啊當然又會損失嘅。不過咧就我哋而家有咁多嘅時候，你話如果咁嘅比較，我梗係中意而家啦。好啦，點樣建立生命嘅意義？魔鬼嚟偷，但係神係俾咁多樣嘢嘅。我就捉實神，神係將豐盛嘅生命，個個都可以嘅。你同隔離都講，你可以有豐盛生命，你可以有豐盛嘅生命，你可以有豐盛嘅生命。嗱，其中一樣嘢你會生命有意義，就係幫人。聖經嘅説話，輔助軟弱嘅人，施比受更為乜嘢啊？有福。嗱，點解有福咧？因為你幫人咧，你自己開心啲喎。嗱，我未信耶穌，我已經發現呢樣嘢。有一次我搭巴士喎，咁啊坐緊我見到一個人咧，啊我唔記得佢咩情況，可能老人家啦，咁啊我就起身讓座啦。我起身讓座，我覺得好開心喎。即係呢個咧，原來我哋做一件好事，就算係普通嘅好事，你個心都會有啲開心喎。何況我哋去救人嘅靈魂，去幫到人開心翻，係咪？係更加會開心嘅。同埋嗰個人開心喎。神又中意又想照，係咪好抵啊？所以咧，你想建立你生命嘅意義，你多去祝福人係好抵嘅，係好著數嘅。你付出嘅唔係好多，但係你得翻嘅係好多嘅。同埋神喺個個都有生命計劃，已經寫曬。我哋嘅生命計劃係好到不得了噶。點解有啲人入唔到計劃？係因為佢冇倚靠神，冇親近神，冇遵從神嘅啫。你或者係思想世上嘅問題。如果你住我在神，你就入到这个计划了。神啊，你所定的日子，我尚未到一日，已经写在你的册上。神啊，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，其数何等众多，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，是很多好的意念已经写在这里。你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心意更新而变化。你的生命一步一步提升，我们这里的目的就是希望兴起更多的人。其中一樣嘢好多人唔開心咧，就係咩咧？背住別人嘅擔子啊，譬如幫屋企人啊咁啊，佢又唔聽喎，啊佢對我唔好喎，佢仲更加拒絕我添喎咁。好啦，嗱，幫助人嘅時候咧，越擔住擔子咧，就越容易發嬲，越發嬲就越難平靜幫助人。但我哋明白一點，聖經上高講咩咧？哥林多後書五章十節，各人按著本身所行的，或善或惡受報。就算你的仔，我們當然愛他，關心他，但他是另一個人，我們盡力幫他，但我們不能夠背著他，好像這個圖一樣背著，不可以一輩子都背著他，我們可以幫他，但不能夠背著。當我們背著的時候是很淒涼，但我們當我們說我盡力幫他，他拒絕的時候，有很多很多媽媽跟我說過，哎，我的仔女怎樣不聽話，哎，又不讀書，又不做工，又不信耶穌，很多煩惱。我們盡力幫他，但是他不肯的時候都需要放手的。放手不是放棄，是個心不要背著，即不要說，哎呀，他不改變我好苦啊，那你每天都苦，那因為他，即他是另一個人來的嘛，他就令到你一世苦是不值的。所以我們幫人的時候不要背著人的擔子，是不需要的。你越背你越猛，你越幫不到的，你越輕省越幫到的。同埋我哋個個都有好寶貴嘅身份啊！我哋係被揀選嘅族類，有君尊嘅祭司，聖潔嘅國度，屬神嘅子民，我哋好寶貴嘅。嗱，我哋一齊讀下面嗰字啊！神愛的兒女，極度尊貴，有特別使命，永遠福樂。好啦，兩個選擇。左邊嘅選擇，當人唔珍惜呢個位份，你有呢個咁尊貴嘅身份，魔鬼就偷走你嘅福氣。右邊咧，可以享受同發揮呢個位份。嗱，我哋個個都係王子公主喎。不過有啲人活得好似個孤兒，有啲人活得好慘。個問題你上邊條路？神已經為你預備一條路係王子公主，同埋發揮生命係永遠嘅福樂，在乎你選擇邊條路，你就生命就有意義啦。咁亦都咧，我哋需要接受現實啦。點解咧？好多人好苦，佢唔能夠接受失去嘅嘢。失去的家人，失去的朋友，失去的錢，失去的機會。如果失去了，你回不到轉頭，一分鐘之前被人炒魷魚，你都不可以回轉頭，已經過了了，沒辦法捉實，只能夠放手。好了，我放手，我努力面前，接受已經失去的，接受自己又做錯，做錯都沒辦法回轉了，我接受。
或者接受以往的傷害，我是被人傷害過，不過我可以放手，我可以放手。同埋有些人不會改變，我接受，而我愛神，神就為我預備恩典。咁嘅時候咧，好多人的苦是乜嘢呢？就是佢捉實過去啊。過去邊個人點樣傷害我？本來那個人對我好，而家唔愛我啦，而家離開我啦，而家憎恨我啦。嗱，捉實呢啲嘢咧，就永遠都好辛苦。咁咧就冇意義噶啦。佢已經走咗啦，冇辦法噶啦。你可以盡力，不過咧，我哋可以做嘅咩咧？就係、是、我有見有機會建立，我就建立，我就享受，我就重新得力。嗱，有神嘅信念啊！我哋最終講翻呢個最後一張 slide A、B、C 信念 ，B 嘅信念係從聖經而嚟，有屬神嘅意念，生命就輕省，哈哈哈哈哈，同埋有意義，就唔會話哎呀，我唔出世就好啦。咁啊，聖經有咩觀念咧？呢個有幾樣重要嘅觀念，一齊讀啊！神必定祝福愛他的人，禱告時有平安，因為神愛我，人不能真正傷害我。遵從耶穌必得豐盛生命，這都是一些簡單的真理，你信了這些真理你就蒙福了。我愛神，神一定祝福的，一定的，祂答應了的，祂不能夠顧乎自己的。祈禱的時候平安，因為耶穌愛我，你每次祈禱啊，開心了，平安了，舒服，耶穌愛我，哈哈哈哈哈哈。還有呢，沒人能夠真正傷害我的，那些重擔都拿走的。而遵從耶穌愛耶穌一定有豐盛生命，是不是更加好啊？啊，希望大家選擇這條路，就不會說哎呀，我不出世就好了，但是你不出世你就沒有那麼多恩典，現在你出了世了，沒有得選擇。當一個人已經出了世，但是他說我不出世好呢，他會有什麼思維呢？是負面思維，即是說我 不存在還好，那他的思想負面呢，他整個生命看自己都是負面的。我們可以看正面，那我們生命就正面。我一起起身祈禱啊，多謝天父，哈利路亞！神啊，你將意義賜俾我哋嘅生命，我哋嘅生命係好寶貴嘅，係好重要嘅。每一個人都好寶貴、好重要。神，你係建立我哋嘅生命嘅價值嘅，你係賜豐盛生命俾我哋。求主幫助我哋留意我哋注目乜嘢？我哋係咪注目喺困難？注目喺負面嘅嘢？注目喺嗰啲唔好嘅人、唔好嘅事上咧？因為住在神的身上，求主釋放我的靈，放低曬啲重擔，讓我掹住耶穌，讓我倚靠耶穌有平安。唔好介意有啲人傷害我哋係佢嘅問題。釋放我的靈，使我能敬拜你。釋放我的靈，使我能讚美你。讓重擔卸下，使我能得釋放。釋放我的靈，來敬拜你。主啊，釋放我哋嘅靈，讓我哋輕輕鬆鬆飛啊，飛到耶穌的懷抱，思調飛飛飛，飛啊飛，飛啊飛，飛到耶穌懷抱裡，哈利路亞，飛啊飛，飛啊飛，飛到耶穌懷抱裡，哈哈哈，跳啊跳，跳啊跳，跳到耶穌懷抱。哈利路亞，跳啊跳，跳啊跳，跳到耶穌懷抱裡，哈哈哈！多謝天父啊，有神萬事足，神係咁好嘅神，咁愛我哋嘅神，咁愛我哋、睇重我哋、咁有能力嘅神，我哋可以享受生命，我哋嘅生命有意義、有價值。我們不再需要自己覺得自己無用，我們是很寶貴，無論我們現在多困難都好，總有出路，總有出路，不是一定要捉實以前 的祝福的，以前的祝福神有新的可以取代，不要緊的，不死得的，我們可以有新的。主耶穌，你幫助我們，有時那些不好的東西走了，那些東西其實那些東西都看到很多問題，但我們希望可以保持現狀，
以前的現狀，但是有時保持不到，求主幫我們放手，捉緊神在前面給我們的恩典，捉緊神的恩典，神的愛，人對我們好的地方，我們就多謝天父，讚美天父，可以心裡釋放，大家將重擔吹曬出來，你的煩惱有什麼煩惱？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，全部重擔吹曬出來，哈利路亞，多謝耶穌，哈利路亞，所有煩惱放低曬，所有不開心放低曬，哈利路亞，多謝天父，多謝天父，讚美天父，感謝天父，求主祝福我們，與我們同在，祈禱奉主耶穌聖名，阿門，哈利路亞，主耶穌祝福你每一個，加力俾你哋，讓你平安輕省，開開心心。